三个人必须要上去，每一个人，好，所以那我可以边玩吗？好，三球，一定要玩，好不好？那上去以后，你又看到一个答案。幻想机形容给你的队友，你的队友在一瞬间讲出答案。等一下，队友在下面，队友在下面。啊，然后有一个人坐上去，两边各有一个。啊，你们完成，看谁先把这一题答出来就赢了。如果您连赢两关，那直接口斗。比如说啊，题目是双截棍，有双截棍，有首歌叫哒哒哒哒。但是他的滚动中哦，形容里面不可以有那个题目答案的对，任何字对，不能讲到双，不能讲到截，不能讲棍都不可以。OK， 准备闯关 ，Go！ 准备讲很怕高，哎，真的。上面很重要，我知道那个林奕馨的语言接龙很厉害，而且要变师大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哎，开始叫了，高超高，男生对啊，他学生越来越差，是不是男人？台湾人对，哎，然后他到底下快要停止的时候。我就吹哨，吹哨就不能再讲了啊！吹哨就不能再讲了，没不能猜啊！第一个猜谁？大家听我，队长你说出来，你说的是你的第一个，好，来，好，我说到，我是比较担心，等一下在上面风会很大，不要找借口。蔡佳玲好像很冷静，对，不怕。哎，蔡佳玲老师说他什么都不怕，你现在最怕就是高，你要克服这个恐惧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怕你什么？我现在怕你紧张到看不懂中文。没有。完了，上去突然间一堆别字，那就错在了。真的。铃声响起，已经准备要出动了啊！有答案你就拉着我的手，告诉我什么答案。有答案就讲，有答案就讲哦。来了，出啊！哎，你们队长脸都绿了。我觉得胯下痒痒的。我的妈！哎 ，Come on， 给我题目啊，快一点！我只能用笑来表达一切。吊诡。对，会就是个不怕的。
快点跟他讲，他讲。好气哦，我觉得我没有讲好。厉害啦，这边的答案叫做蝴蝶效应。蝴蝶效应，这边就很简单了，对不对？罗生门。而且他们找你们将近一半的时间，就把罗生门答出来，所以恭喜我们 K 队得分。你们得分了，你们拿错了，因为他们说罗志祥的一首，一首罗志祥的歌。厉害一点，而且呢，而且第一个字就是罗志祥。千万不可以，现在听牌了，再赢一个就有了。队长该你了吧？该我，该我，好，该你了。好，上go，来你们，哎，你们输了就输了哦。你上去，你刚刚是松鼠，真的，突然被赞扬了。哎，刚刚是松鼠，等我一冲了，派出你们的悍将凯莉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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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大家都其实有点晕，真的晕啊，有点晕。我们没有在管你的情绪啊，真的，你可以啦。OK 啊，哎。那先你上去先帮我们铲平之后，对，先停手之后，对，先跟你讲，我们还好，我们都笑，就是他，对他。他在干嘛？很紧张，我就觉得队长很紧张，太紧张了。形容不好。哎，胃有点痛是正常的吗？好，各位注意哦，现在这边已经听满了，两队都是四个字的成语。成语，成语，成语，成语啊，四个字哦。成语，好。在哪里呀？哪有啊？黑色。好，看到。形容一群兄弟，然后一群兄弟，他们都被拆散了，他们都被拆散了。啊？怎么说？一群兄弟，一群兄弟，拆散了，他们都被拆散了。流落街头，流落街头，有不对，有答案一直答，有答案一直答。一群家人被拆散。形容整个形容家人或是兄弟散了，然后有一些前面两个字比较有高低的感觉，整个形容从前开展，整个形容整个形容还没快前面有高低的感觉，好，有
好好好好好 ，OK， 听得懂吗？过程中都没猜中啊？他们过程中都没有猜中，都没有猜中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应该 OK 吧，就形容就非常精彩。好，现在不能再形容了，让你们终结一个答案，总结一个答案。兄弟落，分。兄弟被拆散，讲什么成语？成语。手足，手足被拆散，手足。突然在讲吗？等一下，我们真的想不出来，怎么办？颠沛流离，哪一个颠沛流离？类似。高低分开，高低分开。第二个字有桌子的意思。对，根据他刚刚形容，然后还说什么非常赞叹，什么赞叹精彩，形容非常赞叹的感觉。这样赞叹会怎么说？叹为观止，不对。你怎么突然间打磨了？你们听到什么啊？好，三二一，给答案。什么？颠沛流离。颠沛流离，你们给个答案。什么？精彩的。好。精彩到令人拍案叫绝。这边的答案是颠沛流离，各位，他们竟然答对了！他们的题目比较难，要不因为颠沛流离，他们没有特色的东西，对，而且会不容易，不小心会讲到离开，会分开。对，猜到的，他瞎猜了，最后啊，恭喜获胜。那就7-8了，各位，没想到我们的首尔大对决这么刺激好看，比 NBA 好看多了，比 MLB 好看多了，太好了！两队好好加油，我们现在要往下一关迈进 ，Go！ 耶！本来就抱着输的决心的，赢得胜侥幸，真的啦。他刚才讲就真心话了。如果真的赢的话，就真的做人太难。不会啊，很好看的。9-9了，不行，胡说。我们现在只差一颗球，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，但要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叫一声好，最后拿到逆转胜，好不好？因为最后一定是抽球来做决定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，运气不要用掉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的。